对我来说，你只是林美雅的姐姐。我希望你能找到一个真正爱你的人，更希望你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记恨林美雅。祝你幸福。别让我看见。那个警察叔叔，他喝的有点多，确实有点多啊，你理解一下啊，理解一下。我看他打架的时候要多清醒有多清醒，你瞅瞅，一个女的把三个男的打成什么样了，他挺能打呀。他确实挺能打的啊。那个警察叔叔啊，这个他属于正当防卫啊，那监控你也看了啊，是那几个男的先动的手，我们不能眼看着被人欺负吧。他那叫防卫过当，你知道吗？你可以找酒吧的保安，再不行你可以报警啊。你看把那三个男的打成什么样了。这小姑娘平时干什么的呀？练散打的。